各位同学大家好，这是看你老师，欢迎再次的回到老师的频道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不是边骑边公购，我们是边开边公购。来，我把这个有没有摄影机调好一点哦。不过呢，今天呢，我们 talk show 加入了谁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Jeff， 跟同学们 say hi 一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哦，去波特兰。波特兰做什么事情？就是你一个车子要烤漆啊。对啊，摩托车烤漆。然后你是要去那边办事情哦。对对对，有点事办，对对对。好，那原则上呢，今天非常开心，又可以再次跟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Jeff 呢出游。那男人出游就是要讲一些 men's talk， right？ 我们跟我们 Jeff 呢，其实去波特兰一两次，然后就是 Jeff 真的很善谈，所以呢，就感觉好像开车开一下就到了哦。不过今天呢的主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 ，Jeff？ 啊，是什么？如果有在追踪我的 IG 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最近想要换车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听说了，有听说，对不对？听很多次，对。听我讲很多次，很多次，对。不过我要先讲一下，不是我不喜欢我现在开的这台车子，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。Jeff， 你觉得这台车配我吗？还不错啊，我觉得那个蛮 sporty， 而且有家庭，你有家庭的话蛮合适的。对对，而且椅子还可以载蛮多人。对啊，而且椅子全部摊下来，其实可以载一个单人床，哎，就很实用啊，非常实用的一台车子。那 E-Class 呢，对于老师来讲，就是我一个嘻哈头来讲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很喜欢五门车，就是因为后面可以装音响，嗯哼，非常的帅气。对，然后呢，就差不多两条街以前就听到我来了，非常的 hip hop， 对不对 ？Subwoofer， 非常对，一个就是装个 subwoofer 这样子，没错。哦，让人家知道谁来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嗯，不过呢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过去就对这五门车特别的喜欢。那以前呢，第一台拥有的车子也是五门车，哦，所以呢，也非常开心可以拥有到我现在拥有的这台车子。那如果还没看过老师介绍这台车子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去我支持这个影片上面的连结去观啊，去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复习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，就是说我再来想要的这几个车款，就是说我最近呢，就是有几台我自己中意的车款。那么呢，就是我顺便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清单，然后问一下你的意见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我现在呢，在我的这个中意的清单当中有五种车款。第一台，我先跟你讲一下，第一台我最近一直有在看，就是我前阵子介绍的2020年的 Jeep Wrangler。Rubicon 吗 ？Rubicon 我不会看到 Rubicon， 我其实看到那个 Sahara 就可以了。Oh, OK。因为我学的，我需要一点，就是说我不想要你像 Rubicon， 它已经所有东西都最高配了。对对对。那我就觉得如果要改的话，好像有点失去它的这个有没有原厂的价值。那我觉得 Sahara 就可以就够了，因为我一定会这台车子，我一定如果我买到一台 Jeep 的话，我就会改得很夸张。哦，有没有知道我这种烧底的，对不对？喜欢改车，一定改到就是很夸张这样子。哎，新的你有没有开过？没有，哎，吉普车，哎，很顺，哎，真的很顺，对对对，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电子就是中控啊 ，Oh my God， so good， 真的很多 feature， 所以我个人就很想要一台那个，而且我前阵子已经看到。所有改装的东西我已经存在我的那个有没有手机的那个单子里面了，所以就是说随时哦戒备要处理一台那个哦，一起出来越野啊，一起出来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，可以可以。所以呢，这是我最近呢其中一台很中意的车款。下一台车子也是我人生当中过去梦想中很想拥有一台车子，就是 Mercedes-Benz 的 S Coupe。S-Class Coupe， okay. Oh my gosh， 这台车子我觉得就是很嚣张。为什么？你们都知道 S-Class 就是宾士的旗舰车款嘛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大老板的车子把它变成一台 Coupe 的样子，对，真的很嚣张啊。然后又很不实际，那椅子的那一种有没有缝纫的一些造型都真的很帅气，所以我就觉得说 S-Class 呢的这个 Coupe 版是我另外一个很想拥有的梦想车。所以我最近也一直有在注意这一方面的价钱，那如果喜欢的话，有看到一台我想要的话，我一定会处理一台。可是 Mercedes Coupe 啊， S Class 的那个叠架空间非常大，也是吗？叠超高的，对啊，非常、非常高，很奇怪哦。你像一台 S Class 差不多15、16年的哦，但售价好像是
9万多，甚至10几万。嗯、结果15、16年的，现在才4年呢、欸。对啊，对啊。跌到变，我上次看有5万的啊。对啊，就半价了。半价、啊。跌5%，50%。超夸张的啊。对啊，所以买那个车就是。所以如果像这种梦想车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想要把它划掉这个清单的话，我就不会买新的。因为我一定这台 S Class 我一定买，可能开1、2年我就不想开了，对对对，就觉得说啊，我已经有达成我的梦想了，有完成我的梦想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这种车子我就绝对不会买全新的。好，那所以 S Class 呢，也是我 S Class Coupe 哦，要强调 S Class Coupe 也是我其中一个非常想要拥有的车款。对，再来就是一样是这台车子，或者是吗 ？Volkswagen。对，因为最近西雅图 Mercedes-Benz 西雅图有一台这一台车款，因为我这个2017年的哦，它是1400，然后再来下一个版本是1450，现在没有1400了，买不到1400哈。那现在西雅图 Mercedes-Benz 有一台1450 Wagon 黑色的，我超爱黑色的。所以呢，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哇，那如果我把这一台直接跟它换黑色的，搞不好也可以、哦、如果我到时候呢，而且我现在很怕，我礼拜三已经跟他们约好要去看那台车子，它价钱也比较贵一点，它贵10000多块、嗯、对，所以就是说在配置方面都有差。那我很喜欢黑色的车子，所以哇，我真的很怕我礼拜三去的时候看到我就会直接换直接换、哦、直接跟他签约、哦、那另外一台也是我的梦想车、嗯、就是说在人生当中一定要开到的，要拥有啦，不是开到，开到早就开到，只是说要拥有。对啊，就是你上的 GTR R35。R35。对，那一台 R35， 我觉得就是说，它这一台车子也是一个可以把它低调的跑车啦齁。对对对。低调的跑车，而且也可以把它改到很多符合个人的风格的一台车子，就是说它有很多东西可以玩。对。那所以就是说 ，R35 也是我一台最近心目当中一台很中意的车款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可能呢，到时候如果看到一台不错的好价钱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处理一台。而且我最近也一直有在注意这台车子的一些价钱，像这个 R35 我买来，我可能就是一个人生中的玩梦的这个过程，所以我可能不会留太久。那我当然开过啊，对啊，那所以就是说到时候可能也会把它卖掉嘛，对不 对？所以也不会留太久一台车子哦。就是 R35 小型，就是因为他们开的人，他们开的比较蛮猛 ，hardcore 这样子。hardcore， 所以有时候车况你要小心，不要买到那个就是引擎、有问题、有问题的啊，或者 rebuild 这样子。对，没错，对对。然后车子开买的都是 Fast and Furious 那种感觉，哦，对对对，有一些 driver， 对对对，所以他们开的都比较就是不会好慢慢开，就是都开比较猛。所以那个消耗还是要看一下，对，要看一下，注意看一下。了解，好。那么呢，最后一台在老师最近的清单当中，当然就是我们 Jeff 刚刚说到的 Mercedes-Benz G Class。你一定说，Tom，你就直接签那一台吧。一定，我想你几率蛮高的，签那台几率是比较高的。G Class 吗？今天的所有车子里面，我觉得 G Class 比较高。比较高，对不对？而且感觉蛮适合我，蛮适合你的，对啊。了解。另外一个，我觉得一样的车你再开有什么没什么意义嘛？对。对啊，颜色不一样，不然你就直接 wrap 就好。我就喜欢嘛。哦，是吗？好，看你自己。也对啦，哦 ，wrap 还反而比较便宜。对啊，你换台黑色的，我觉得没什么必要，没什么差别。对啊，没什么必要哈。必要。好啦，不过呢，对我最近呢，其实看 G Class 看很久了，然后我也觉得 G Class 是我人生当中一个想要拥有的梦想车款。对，那 G Class 呢，如果被我拥有到，哇，改的应该很改的非常的夸张，而且是很有个人特色那一种。White body 啊 ，exhaust，white body exhaust， 然后a very different wrap， 一个你们没有看过的 wrap。很骚气的 rap， 然后当然 rim 一定会就是也是改很大颗那一种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所以 G Class 呢一直在我的清单当中，那也是我相信在我周遭的朋友都常最近啊常常听到我说要签 G Class， 对不对？对啊。那 G Class 呢绝对是我自己就是说哦最近很想买的一台车款，但是我说真的 G Class 来讲哦也是一台很不实际的车子，虽然它可以上山下海。对对，但是呢，你有可能把那种车子开去
野外这样子乱开吗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啦，看我要不要。来啊，一起来啊！你买了之后，我们去沙滩上跑啊。也可以啦，哦、那我轮胎要改一下，好，轮胎要改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对。不过呢，就是说我可能改的风格是那一种比较酷炫的城市风格，哦，就是那种感觉开出来就是很像 Batman 那种感觉，很凶狠，很霸气的那一种。但是我觉得我的配色应该会很骚气。对，这也是我最近呢很中意的一个车款。好啦，不过原则上呢，今天非常开心呢，跟我们自己的 Jeff 要去这个波特兰的路上，跟同学们聊一下老师呢最近想要换车的一些选择。那么呢，你们觉得老师今天讲到的这几台车子，哪一台最适合我？记得在影片下面的留言栏呢，给我一点建议好不好？感谢今天同学们的收看，让你们尝试一个不一样的边开边公购的模式。那么呢，期待下一次老师再做一集这样子的哦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在新的车子里面了。就算没有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我现在拥有这台车子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的这个 vlog 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